在台湾，每年因机车交通事故造成39万人伤亡。由国际研究报告显示，配备有 ABS 的车辆可降低 25% 的事故发生率。本计划在法科和业科的支持下，完成国产自主开发 ABS 建立，除应用于两轮机车外，也拓展到三轮和四轮的乘用车种上。在法科计划上，整合中科院的创新之比利式刹车作动器，其让 ABS 压力控制响应更精确。产业方面，陆续成立三岸研发联盟，九家厂商投入，成功建立电控刹车自主供应链，改变大厂独家垄断的局面。两家系统厂已切入国内自主车厂，累积订单达3万套，今年渴望再取得国内外5万套，带动整车与车电2.6亿美元产值。